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瑞斯林说大讲堂，我是邹颖。手机圈的春晚终于是来了，传说中史上最贵的 iPhone 也跟大家亮相了。不过价格对于果粉们来说应该是没有丝毫影响的，该卖肾或者剁手的同志们应该都已经备好了迎接新机的到来。爱手机更要保护好你的爱机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两个系列iPhone 新机钢化膜。第一款是 HD 秒贴全屏高清钢化膜，也就这一款我们常说的 2.5D 四面片。第二款是 3D 秒贴全屏高清钢化膜。目前市面上钢化膜可能存在着几个痛点，容易碎，可能一掉地上膜就碎掉了，不好贴，自己到网上买个膜回来贴来贴去也不好贴，排气慢，然后贴出来也有白边，防尘可能做的比较差，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摄像头那边就脏兮兮了，还有一方面可能是放置久了容易出现溢胶，这些方方面面。为了解决这些痛点，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爱机，针对于新品钢化膜我们做了全面升级，以秒贴为最终诉求点，进行了整个产品系列的优化。在材质、工艺、AB 胶等方面做了升级突破，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、稳定、能够长期持续售卖的钢化膜。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钢化膜的优势。从包装上来看，封套和底盒采用的是高档金卡，这种金卡一般是用于高档烟酒盒，高端大气。来看一下整个包装营造的感觉是高端大气，包装表面有磨砂 UV、 亮光 UV、 鸡凸等工艺的结合，精致又有细节。我们看内盒部分，内盒部分采用的是硬盒，保护力强，防摔防撞，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钢化膜。黑卡材质的信封袋，打开信封袋后，我们内含钢化膜、手机背膜以及精致的清洁套包。那我们下面介绍一下这两款钢化膜的一个共同的特点。这两款钢化膜一个共同点，第一点，大视窗，大视窗它无遮挡，裸机既视感，可尽情的畅想大屏体验。第二一点，我们采用的玻璃是日本进口玻璃，透光性好，硬度好。第三一点，在工艺、指纹油等各方面我们做了升级优化，具备超强防水、防指纹、防刮、防爆等功能。产品尺寸也是在设计的时候呢更精准，更加贴合我们的手机。我们家 HD 秒贴系列跟别家相比，全面屏覆盖更广更圆润，使用起来也不刮手。 3D 秒贴系列采用的是 3D 点胶工艺，贴合化，点胶的材质也是做了升级，硬度强，不碎边，解决了市面上其他家点胶最大的痛点。 3D 幅度大，包裹性好，手感体验更佳。我们瑞思针对于钢化膜的产品线，将来还会导入其他品牌旗舰机的钢化膜，丰富品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做一个实操演示，更好的展示我们钢化膜的这些特点。我们以 3D 秒贴为例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首先用湿纸巾擦拭一下手机，然后再用干纸巾再擦拭一下，充分清洁手机。用防尘贴去除表面的灰尘，然后就对准孔位贴上钢化膜，一贴合大家可以看到它迅速排气，一次性排完，无需贴膜工具，方便一贴，完美贴合，也是我们这一款的主打秒贴系列。防油污测试，用水性笔在纸上屏幕上同时画一下，擦的时候纸的油污擦不掉，而屏幕上的油污可以完全擦除，不留痕迹，这也说明我们指纹油的质量好。
黄瓜花用刀在屏幕上刮，大家一看，纸张全部刮破，而屏幕完好无损。硬度强，防刮花。水滴测试，水滴在屏幕上滚动，水柱无残留，爽滑度强，这也说明指纹油的质量好。这两款钢化膜给了大家之后，大家怎么来卖？很重要的一点，陈列方面，钢化膜它属于一个易耗品，流水大，可以带动客户粘性，拉动销售，所以在陈列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用单独的高柜来陈列，分品类的摆放，放置在最醒目的位置。关于促销方式有以下几种：第一，贴膜年卡政策，比如说门店购买一张钢化膜是199元，那贴膜年卡我们可以享受499元，可以享受3次贴膜机会，也就是相当于给消费者做了一个打折，打包的去销售这个钢化膜。第二一个，屏保政策，购买屏保险可以赠送钢化膜，那我们可以促进钢化膜的一个销售。第三，主机连带销售，客户在购买主机的时候，我们要主动的去推广我们的钢化膜，讲跟大家讲我们钢化膜的特点，你居然已经买了一个那么好的手机，那是不是需要一个好膜来配好机，更好的保护好它的爱机。第四一个方面，套餐销售，可搭配手机壳制定一些套餐系列，客户购买手机后可以享受这些优惠套餐。一般买完手机的消费者，他是肯定是需要一个钢化膜或者一个手机壳的，是吧？像类似有很多人都是比较害怕到网上去买，买回来的膜自己可能贴来贴去都贴不好，所以在店的时候，客户在店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留住客户，在这个时候推广我们的钢化膜，帮他贴好，解决他的后顾之忧。那今天的钢化膜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，谢谢。